耶，哈喽大家好，我们是 Shutter。 首先恭喜旺福发行的旺德福，那我们今天就来分享我们人生中、生命中最旺最 wonderful 的 moment 好不好？那我觉得人生呢最 wonderful 的 moment 就是进去的时候。哈，这是什么？进去啊？进去的那个 moment 不是进去，是进去。有这动作啦。就男人会比较懂这方面的问题，然后不多解释。那我马上也想要跟大家分享，是我最 wonderful 的 moment 出来的时候，那里哇。既然有人说进去后，那我就是一进一出的时候，一进一出的那个暧昧的感觉，暧昧。而且你这是我们的那个过程，对对啊，我的过程。因为你是起点，你是过程，我是终点哦。都有起承转合都有了。对，这就是。虽然你们不知道我们到底在讲什么，反正就是这样啦。这就是 second 最 wonderful 的 moment。